骑乘 U-Bike 走访大鹏湾域，沿途有湿地码头、青竹湾沙滩、海上教堂、洞会造景等景点，还能绕境渔村内走访地方风情，品味在地美食，享受低碳小旅行的魅力。彭管处近期主打单车旅游，湾域内 U-Bike 的使用率更是达到新高。目前 U-Bike 的使用率很高哦，嘿，我们这边的那个五个站啊，目前如果假日的话，你看我们大鹏湾的游客中心这边假日的话，有时候你来的话是一车难求，就是全部都给人家租光了，所以这个 U-Bike 在我们这边也是蛮受欢迎的。彭管处强调，感谢屏东县政府在东港设 U-Bike 点，加上近年电扶车的制路，骑乘更轻松，因此连接五个景点，打造专属旅游站点，让游客到访一览大鹏湾的各种风情与风貌。那现在 U-Bike 还有那个电扶车的一个部分，因为除了一般我们在骑乘的那个自行车以外，还有电扶车也把它加入在里面，那所以整个 U-Bike 这边的承租率是蛮高的。现在五个点就是我们大鹏湾游客中心啊，还有我们的滨湾码头，还有青洲湾，那另外在我们红士林湿地，那另外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嘉兴路口，这边总共有五个站。目前搭配单车骑乘活动，彭管处也不定期释出多样的好康及抽奖送好礼活动，请游客随时关注彭管处网站或是脸书粉丝团，一起来拿好礼，享受旅游去。记者不停张志豪采访报道。